记住，缠住陈阳，活捉小破孩。朕的半壁江山已被吴王掌控，逃不出本王的手心。朕的传魂玉玺都被他偷了。朕赐你一道圣旨，转破玉玺大案。遵旨。县令何在？李元正是本县县令。周文爷，赏点钱吧。怎么这般模样？一言难尽啊，生活压力太大，房价高，物价高。客官，市场经济嘛，这是行情。船要沉了，你还不会水？别怕，我背你。给你个机会，接本钦差，抓捕福王，执法吧。这不是包青天吗？头上还有个包。哎，咱俩一见钟情啊！你要是个妞，闺女被你亲了，你可要负责到底。这个，你敢说不？本姑娘好惹吗？居然有指尖的老虎！站住！光脚的不能进考场。啊，光脚丫是导演设计的，俺从没穿过鞋。这孩子怪可怜的。